王心美和啱啱新婚的妹妹王心慧齐齐到场支持马清慧长子马桂峰的首次创业。心慧更加和新婚老公上上现身发布会啊！不过心慧就透露，去到明年一月才会正式签字做人妻啊！佢又表示，今次在澳洲举行婚礼好开心，难得一家人可以齐齐整整咁去旅行啊！同埋佢好中意小朋友嘅，之前已经谂过想生三个噶啦，但系而家年纪大，生两个都可以啦。至于王心美被问到想唔想再结婚，佢就话：你会唔会都想快啲啊？唔会，因为我连最后嗰个步骤都做过啦，我就唔会，我又唔会谂呢啲嘢啦。系啊，随缘啦，个天会安排噶。你男朋友都有去噶嘛？咩啊？你男朋友都有去噶？系啊，都唔顺便做嘢嘅。系咯，咩话？都唔顺便做埋嘢嘅。做啲咩？即系做啲求婚。傻嘅，顺便啊嘛，又唔系跑可乐，你系